干得好，酱油干得好。他自己是穿盔甲到处跑，不要真我穿盔甲没有啊？没有吗？穿盔甲在那边跑，躲在角落，躲在角落这边，跑出来的生物啊。角落生物，角落生物，好难过。至少我们有一个 K 票。我被包夹。没关系，我们等下去票那个兔兔。对啊，好多盔甲，好可怕、喔。有一个是那个啦，炸七。有一个是炸七的。但繁星呢？繁星刚刚已经被查了。我在炸七师旁边啊。杰克啦！不是啦！杰克啦！我觉得哈记啦，还是繁星？繁星吗？杰克不，那时候你们不是说他？我刚在看杰克，杰克，杰克，杰克好乱哦！杰克你好乱哦！刚验谁？刚验谁？繁星啊！繁星呢？傻眼！繁星啊！繁星啊！繁星啊！哇，好人不配音。OK OK OK OK。我闪了，我闪了，我闪了。撤退，撤退，撤！散开，散开。那时候保杰克是有猎人、啊，你们要小心杰克啊！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们等下就知道为什么保我了。你们要小心杰克啊！你的话不能现在要说为什么你们可以保他，杰克你们为什么可以保他？我是炸鸡师，我是杀人啊，没有杀人。对，还有穿着装，我落单的时候，落单的时候，然后不能说了。对对对对对。真的，狼有一个吗？救我！炸鸡师被追！在下面，他跳不上来。还有猎人吗？可以定他？感觉应该没有了，没有，感觉没有吧？刚刚不是说猎人死了吗？酱油，不能说了。炸鸡师，你没有，你是鬼魂，你只能呜。你只能说好想吃臭豆腐，吃臭豆腐。不要啦，我要吃鸡排啦。我想吃好臭好臭的臭豆腐哦。那狼还在上面，还在上面跳。然后加蒜头，加蒜头，加辣椒，加辣椒啊，好吃。那应该是哈记了吧？因为我躲在角落呢。他对象不能讲话。你看起来就不对。对啊。那谁啊？雨月，你在哪里？啊，我在房子这个看板里面啦。看你，你是在你在8888888吗？对啊，我在8888这边。哈记，哈记，他跳下来了，哈记，哈记，你什么身份啊？我预言家。哈哈哈哈哈！预言家，我不会演家，我不会演家。那个全年附近，全年附近，全年附近，我不会演的，全年，全年，全年，一定是全场唯一参与的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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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场唯一假预言家。哇！他自己到后来就直接先抓炸鸡师，怎么跳不会演戏？你跳什么都好，绝对不能跳预言家，你知道？对啊，我笑死了。你可以说我是炸鸡师，感谢真的200颗星星。跳到咳嗽。欸、我刚刚把波波拉过来送哎、欸，拍谁？啊、欸、没有，还好我有无敌棒，我就死掉了。我那点怎么傻都验不到，就你啊？哦，不就还好。你知道我刚刚跑到一半卡，我那个快白天了嘛，因为我卡按键，然后我就站在原地，我就死了。哎呦！我真的觉得炸鸡师真的是要一开始让一些人类知道你是炸鸡师，真的，不然你没办法被保。哎、欸，小雨是狼哦，我以为是狼。不是啊，不是。刚刚狼的时候我们就看的，我以为哈鸡是好人，他最后还挥我一刀，吓到了。臭豆腐有臭啊！我想吃臭豆腐，我想吃臭豆腐。然后还是被验，然后还是被验到啊！全场唯一假验的，不会最假，你们刚不出来跳真的赢吗？笑死了！跳猎人，跳猎人，怎么会跳猎人？讲话了，对啊。
直接笑出来，他真的太好笑了。为什么跳完之后自己然后心里 OS 完蛋了？怎么会笑到臭发青？怎么会跳这个？对吧？你怎么不跳？你是抖 M 算了。接下来开启蠢蛋好不好？蠢蛋，蠢蛋哦！不知道会不会有蠢抖音教徒？蠢抖音应该没有吧？蠢抖音没人教吗？没 S 吗？应该 S 人吧？抖音教徒它是固定的，就算你是蠢职业，那个抖音还是有。哦，那我们你要美术馆还是学？都行，都可以。美术馆 ，Bobo 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帅哥，那你看画中的帅哥吧。好，你可以看大卫的像，他下面有葡萄，大卫的台，他下面有葡萄。我们来喽，蠢蛋开始。我是说雕像的像，不是那个像。哇，有要去关电源了吗？有要去关电源了吗？关了。第一天白天不能票跟那个赌哦。好，这样会玩多一点。啊，我找到我温暖，我知道巧克力一定在那个左下角是什么啊？我找到我的家了。下面谁来跟我？我要去打恐龙。你们在往电源方向走吗？可差的电源。啊，猫咪好可爱哦。我要找电源。我在往巧克力方向走。你不要过来。你是要找可以插的电源吗？就是那个开关的。对，可以插。有，你看，你看，插了，插了。快点哦！它是按的，是不是？我记错了。那个电源可以插。干嘛？你在想什么？宝宝，宝宝怎么了？宝宝，他们完全没办法跳起来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 我的位置很安全，很安全，安全。这还是报名式吧？对，报名式。哎呦！哇哇哇哇哇！我在眼前出现一个蜜蜂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吓人了！我一直在这里哦。可是刚刚没看到你是怪人出现的。他刚隐形耶！等一下，我觉得怪怪的哦。你们那边好刺激哦！我的预言家要死了！预言家死了！那我们就好了。吓死！白痴！后面有人啦，还有狼过来，包包是狼，包包是狼，他谁撞我狼？我躲在前面，你怪我，我先走了。我刚看你穿装，没有人出题，气死！有，刚刚这边两个人，怎么都没有？我刚刚有看到有人跑，我刚刚看到穿装，然后还拿刀，我没有拿刀，当然是拿刀啊，白天才拿刀啊。狼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谁。对啊，狼是拿斧头拿的，巧克力啊，他刚刚穿着装，然后跑。杰克，我以为你是你把抓，我没有拿东西哦，我没东西可以拿。你在跟我欧北勾了，我就把你灭了。预言家死了，哎呦喂！预言家死了，预言家死了，预言家是露米。哎呦，谢谢。好，再打一下。我去我爱的手。哎呦喂呀！哎呦天哪！哦，好暗哦。P.O.O.Mano 阿公呢？养你呢？阿公呢？阿公我行去。我跟你讲，阿公也很厉害，阿公也会下棋。你刚好的。哎，是吗？对。有那个一定是好的。楼上。哎，你后面怪怪，你后面怪怪的。楼上怪怪的。他刚刚速度有点快。速度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看到，看到你是不是有速度？你是不是 speed 的 ？speed 的，你是不是有速度 ？speed， 你看我这速度行不行？这速度行不行？你 speed 的，刚刚是跟老板买的速度。我加了吗？你是买 PS？ 哎呦，是不是台路由器？路由器掉了。哎呦，啊，蜜蜂死了。
8.6 死掉了，掉了，感觉只剩一只了、欸。有下面那个、啊，我可以讲身份，杰克，杰克是好人，因为他刚刚想杀我，我想杀死你啊！我是村民，我是波波刚在下面，我在那个我的爱的小窝里面，你就是你了啦，不是你了，哎，刚刚就是你在下面跟小雨，我不是，我直接请了哎、欸！你们在哪里呢？隐约你在哪？啊，我在厕所里面。隐约你在哪？大家加油，再等一天。啊，厕所里面。杰克就是厕所，就是厕所。这是电梯，我知道你保我啦，但是。对，你怎么？这一场的怨念你有点多话。好。快跑！你看到什么？怨念太多了。鬼屋，这不是美术馆吗？恐怖美术馆吗？没有，大卫在吵，大卫在吵，不是大卫啦。等一下，我好冷。我是觉得有蠢男啦、啊、我是觉得刚才有人自己发光的啦。哦，我好冷哦。我是觉得有人自己发光的。好厉害。就是、我是觉得两个 H 都很危险的、啊。爸爸，我是好的，我好人啊，不然我刚刚早就砍你了。爸爸，你刚刚巧克力站在那边就早就我砍了。你忘了吗？我那时候不就说他有速度？嗯，他想谁会有速度？只有狼会有速度。卤味老板有。对，卤味老板有了。他啦，是他了。还在哪？还在哪？三个人一定都会发光。那边，在下面那边。你别蹲的啦，看得到你。大便哇！我预言家啦，我预言家，我预言家，你又预言家了是不是？你又预言家啦，你又预言家了。预言家，你又预言家了。这边好多鬼魂哦。对啊，不要走，预言都跟着他，跟着预言家，跟预言家，跟着预言家走。预言家最强，跑太快了。预言家，这个场地真的很适合六人哎、欸，真的、啊，因为他楼层很多啊。哦哟，而且又很快，我要晚上了，超好六了。哦，要晚上了，吊死你，吊死你，吊死你，不要跑，时间不太妙、啊，时间不太够了、啊，五秒钟，来啊，虎票啊！哇，差一点，哇！很厉害，这画面好像小精灵哦！天啊，真的还蛮像的。来来，互票啊！吃到无敌星星！哎呀！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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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令甲，令甲可以不用发光的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消发光啊！好爽哦，可以消发光。消光啊！消光哟！消光超爽的呢。你笑哎啦！好派哦！啊狼嘞啦！阿力啊，阿力吉利吗？白天就会发光了，白天就看到你了，别担心。啊，Don't worry, Don't worry, Don't worry。我是真的，我不是蠢的啊！啊，好神哦！哇，这好猛哦！真的有一点强，不是我来说，这个真的有点强。哇，阿基，我们来爆爆！来爆爆！不要，我不爆了，不爆了！来爆爆！哪一个？掉下去了！这个吗？对，这个！哇哇哇！要神，要神！就是那个。这个，你可以帮我挡一下他吗？他很远的、啊。我追不到，完蛋了！完蛋啦！完蛋啦！你个你一个空 Q 哎，追不到、啊！你一个空 Q 哎！哇，你还哇哦！哇哇哇！哇哇哇！太神了！哦，哎呀，命运抉择，命运抉择啦！我觉得八成哈基掰了，再见了哈基。结果巧克力掰，会是谁？会是谁呢？会是谁？是如何？我
我是谁？剪刀石头布。Hello， 好，哎，今晚是我的鬼啊！哎，好鸡，好怪的，快传就收走了，真的交给命运了。哦，我懂你意思了，我懂你意思了。对，我就是要混乱让你们反票啊！阿纪，烤肉好吃吗？我就说是你。那时候阿纪跳下来，我就直接贴在他旁边，然后打我就假装追不到。哎，杰瑞刚刚有活着的话，可以演了耶，没演到，好气哦！我疯狂演诈欺师哎。有，其实我知道你是诈欺师。没有，我其实是狼人呐、啊。你是狼人、喔、对。哦，难怪刚刚巧克力完全不帮我。他在演啊，我在演。我就想说，反正不管你是诈欺师还是狼，我秒票你一定会票我。反正就看会不会得逞，结果没想到到最后没演成功。我发现哈基真的很喜欢刀狼哎、欸，真的是。哈基，你要刀了谁？音乐啊，音乐啊，音乐。第一场在票我跟巧克力的时候，他也是直接毫不留情，啪！哎、欸，你知道我那场的感受了吗？刀狼的极致就颁给你了。我那时候不是说我躲在厕所吗？我就看到哈基走进来，我就默默看着他走过去啊，我就想说等一下可以砍他，结果他先砍我。你知道，身为抖音都是每一轮都要想自己要怎样被票走。我刚刚还以为我觉得你超怪的，刚刚还以为我们变成玩辩论呢，想说怎么样？没有没有，我想说我玩到很溜了哎、欸，可恶，感觉很刺激哦。哎、欸，杰克，你在那边乱杀人，你那个药蠢的只有一，不是啊，因为你那时候就直接讲我，好想好想把你弄死。嗯、可我一开始夜哈记，哈血哈记不是狼人，雪狼啊，雪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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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白的，别忘了还有雪狼哦，我们是报名，所以很乱的哦。我想说我刚刚是蠢的吧？蠢的不是会写出来吗？蠢预言家的话，你验谁都会是狼，都是狼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而且你可以透过自己的那个技能来判断、嗯，自己去判断自己是不是。哎、嗯，猎人家很惨哎，我现在根本不知道拉的是狼还是杀鸡。先定身你有可以定，就代表你是真猎。定身啊、对对对，用定来测，不然你就会完蛋了。对，还好昨天被其他人干掉，不然也是完蛋。我们再来喽，好，小心哦。我不要再当狼了啦。那你可以当抖哎、欸，你今天超狼哎、欸，你怎么那么狼、啊？好狼、哦，你是狼中之狼啊，连自己的狼都死了。这个应该叫白狼了，白狼。他是白狼，哈基你很棒、啊，你让我 M 成功了。哇，刚刚的女巫真的是没头刀要就是爆炸哎、欸。对啊，真的。我刚刚完全也不想帮你打，你知道吗？故意。对啊，我想说你怎么，想说你怎么跑那么慢，有没有？为什么都不帮我？我想说不能装太远，怕那个旁观者会发现透露些什么。哎、欸、哎。欸啊 ！BB 怎么了？就这样子啊！嘿、欸，他怎么那么慢？哦哦哦！会演从无物变得哎！我一开始被小雨吓了，在那个厕所，笑死！哎、欸，后来他自己跑来，然后还跟我说：“没有，那个狼跑出去了，跑出去了。”我还相信他，不然我早就回下去了。早上先回完你再说。哦，晚上哟，晚上喽，各位，晚上。我刚看到顶头有两个穿装的，哎呦，至少有一个坏人、哎，一个掉下去了，一个掉下去了，我的天啊，两个都掉下去了，他已经听我那样讲，你是什么、啊？你问谁、哎？这个，你问谁？你是问谁？ Oh、你是谁？哎，你是真的？我觉得有一个顶头有用哦，真的，你是真的。你可以拉人骂鸡骂鸡哦，可以骂鸡骂鸡哦。哎、oh. 欸，好好好好好，哎、欸、呀，有来有来，骂鸡骂鸡，骂鸡，酱油死了，骂鸡。好，我要讲一下，我是预言家，哈基是好人，然后骂鸡骂鸡是杰瑞，哎、欸、杰克，杰克，还有杰克，不能讲不能讲，还有杰克啦。这个是谁？怎么外面这么多人？好起来。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欸、看得清清楚楚哦。欸、是谁啊？是谁呢？哪个皮在痒啊？偷打架！啊、偷打架！偷打架！谁？二楼是谁？二楼是隐月还是团团啊？哦，隐月很想动刀哦。是
谁、啊？音乐很想知道哦。音乐想坏坏。你们两个又是干嘛？你们为什么爬上来啊？我刚刚已经有被引水了，还是金水？金水吧。还是金水。那我要打团团的哦。等一下，为什么音乐你的声音？我觉得二者一个怪。对啊，为什么你声音那么抖啊？他是不是抖哎、欸？你那很抖、欸，你为什么抖、欸？很抖，你很抖哎、欸，好烦哦、喔。他有可能，他有是狼吗？我要走了，我因为狼不会是抖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抖哎，是吗？你确定吗？你确定吗？我觉得不一定。刚刚那个区，反正团团跟雨月其中一个是。嗯，这样就让他再活一天了。然后开始不见了吧？哎，笨、啊、的，啊，不是抖 N 呐！他在演呐、啊，他在演抖 N 啊！哎，到底是谁？你谁？狼人就是狼啊！谁？你是我看到尊重背了，我看到尊重背了。你谁？影月别来啦，影月。哎，那个被追杀的，我一个人，我旁边没有人嘞。这个我的。这个我打，我在想我怎么爆他身份，可恶！你是死了，不能讲了。他是死，我也死了，我不能讲了。马吉马吉，你应该是马吉吧？可恶，这坏人！我应该直接讲。Impossible!我们两个在哪？找不到。一楼，时间来不及了。刚刚有人丢我金水呢。一楼，刚刚有人丢我金水，你们这些人，我丢他都完了啦。不是，我一言没有讲完。又是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。我刚刚要讲的是西瓜，西瓜。你好 M 哦。刚刚哪个白痴打我？蠢狼吧，某一只。好像小雨打你吧，是我吧？小雨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那我就挥拳就死了。我超傻眼的，我身为一只狼，我晚上突然被人家打死，我超困惑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啦，哈记，你白狼王的能力又展现一次了。因为那只狼是谁？雷狼？没打我，我打一下，阿记怎么没死？我不知道你打我，我剩一半血，然后我想说为什么打我，打回去你就死了。我操！可能有人是连推，有人是老人在那边互刀。我怎么以为你是那个扎奇师呢？没有没有，他普通砍，普通砍。你是扎奇师，我是扎奇师。我刚原家本来想说哈记好还你个清白，就验你，你又不是狼人，我想好先保你。就他是又是血狼。你应该记得是那个繁星投你的，繁星验你。对啊，你说繁星刚验我哎。嗯。我快笑死了。小雨那边太好笑了。我快笑死了。小雨那边太好笑了。我还不能笑出来。我刚刚那时候看到阿纪穿装，然后我还想说，又是晚上不能讲他，我想说 H 三伙伴不对，小雨还活着。结果。最想讲的是两个都是，两个都是，两个都是。我刚刚想说 H 三都坏了，一个抖 N， 两个狼，两个狼。哎呦，我是哦。那为什么刚刚影月超级像？哇，影月演的很像抖 N， 在说像抖吗？超像抖 N， 声音整个都在抖，我就觉得你是不是抖 N， 想要弄？讲话的，逃啊逃啊！又殊不知只是个村民啊，原抖音不会被票的，是有点抖音熟悉的村民呐。狼人应该是没有抖音呐，所以不用怕。嗯，就如果真的变成狼的话，哦，团团当即是狼了。
没有啊，没有哈气多次啦，没有哈气多次。不要不要，除了多次后没有哈气多次哦之外，还有没有哈气杀了多狼啊？对了，对了，对了当了三次，三次都杀自己的。哎、欸，狼好像都很少获胜、欸，狼人加油！嗯、难的，不要当狼了、啊，你就是狼，你就是，你就是哦。第二天票他啦，哎、欸，搞不好第二天女巫直接毒他、欸，搞不好他是那个、喔用啊，对对对，用毒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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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用毒他比较安全。结果是断了，嗯嗯，你要干嘛啦？快点出来！干嘛啦？爱的小窝，嗯，爱的头啦！我知道这里有东西啦，我知道啦。怎样？喵！你直接把团团带去厕所、嗯？对啊，把团团带去充满红色的地方。红色的啊？有很多红色一块一块的。哎，你是不是怪怪的？说世界的体贴吗？世界的体贴。哦，你愿意干嘛过来、啊？乖的，因为我想说这里是哪里呀、啊？来看看嘛。关灯了、啊，那我要走了。地方，那我要走了。因为我要怎么相信我的麻吉麻吉？麻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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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先帮你拉，再找一个麻吉麻吉过来。真好。我死了就篮球。篮球吗？那个真的相信你哦。好、哦，停住了，那个是哦。哎、欸，好啦，哈基、哦，我再说一次，哦、你不是狼人，哈基不是狼人哦。哈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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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把左右关了，哈基回来。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。你刚有看那两个有被定吗？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。没有看到，你看不到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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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。哎，配合一下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哈基反应死了。啊！我刚才看楼下两个被定了，关门呐。哦、欸，麻吉麻吉，好不配合你哦！哎、欸欸，等下拿出斧头就变麻吉。楼下的只有他们自己发光，所以这场有蠢狼哦。有蠢狼，有蠢狼，而且他们两个都发光、欸，哎，是他们两个都蠢狼。嗯，哎、欸，你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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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？没有啊。加油！小光，你刚刚就有看到你们了、啊。加油！加油！你蠢了，你蠢了，加油！你蠢了。我蠢了，我蠢了，你蠢了，你蠢了，白天了。我蠢的。加油在哪？加油在哪？蠢的，加油是蠢的、哦。我们有四个麻吉麻吉。哦，好暗哦。票他，票他、啊。不要票我啦！有没有礼物啊？又丢的啦。错啊！蠢的，他是蠢的狼啊！看来，看来，不是，他是蠢的礼物啊！啊，蠢的礼物！哦，他是蠢的礼物！哦哦，蠢的礼物啊！是蠢的，被你们说蠢了。他死了，他把自己丢死了。哈，把自己丢死了。哦，那酱油蠢女巫是只能丢死自己。刚刚团团就说你要票死我，我说不要，你看，然后我就死了。哇塞，真的是有够蠢。哎，卢米干嘛？卢米什么身份？团团、允月，我都是好人。我是大骑士。我跟那个 Jerry 还有杰克。哎，卢米都是杀鸡神，卢米怪怪的，我是杀鸡神。卢米怪怪的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不能讲了。我觉得那个女的怪怪的。那个女的怪怪的，哎、欸，所以感觉上有一只真狼，然后剩有一只真的，两个蠢的，可能，好像在二楼还是三楼，他到一楼，他跳下去了，有个跳下去了，有个在上面，到二楼了。那个被追，一楼那个要被追，一楼那被追了，赶快下地了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，是这订票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，赶快，你笑太爽了吧？老爷，嗨。是谁？你是谁？要口常开。我都没有马吉，你们在哪？马吉，大家都怕被骂，高打了吧？这是红色的地方啊！你看，爱的小怕你呀、啊，他怕你哦。哦，要白天喽。哦，看错了。来了，我们该来杀个你死我活。要有妖气死我！我身份的有没有什么线索？对啊，我才是诈欺师啊！卢米说他诈欺师是假的，远远是猎人。我站在你旁边啊。他拉了团团跟那个杰瑞，杰瑞都是好人。那你们两个互票啊！你们两个互票啊！好啊，互票、啊。不好意思，好来，杰瑞是呢？我存在哪里？
团团有没有其他人可以保下保团？下一楼还是一楼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刚刚你们可以问云月、包包跟杰瑞啊，他们三个都有看到我、啊，那就是卢米啦，卢米啊，来来我爱的怀抱里。你不要喘成这样好不好？你是抖 M 吗？你我不是很想啊，没关系，想一下啦，来啦，喘着啦，喘着，真的是谁？聪明的是谁？那卢米来跟我做朋友，那个想会把自己毒死，真的。欢迎晚上了，你们的骂几骂几排坑一下，应该就知道是谁啦。有啊！马吉，现在是波波，我还有不能讲名字，不能讲名字。那个，那就是顶下了。晚安，晚安。这里，小心。用发光喽。对，那只，那个应该是炸了，其实。嗯，下面在下面，我看到了，到二楼，他到二楼，他上去了，上去了，他上去了，还八七楼，他犹豫不决，还八点七楼，他感觉有点呛。哈哈，是那一只狼了吧？对啊，这么呛的，我觉得应该怎么又是林峰哎？谁啊？嗯，到底是怎样？你还可以脱衣服、啊，脱裤？哎、欸，那你可以全部脱掉。这个胸口脱掉了。哎、欸，你可以 Q 出去给人吗？哎、欸，对啊，我来试试看啦，来来来。哎、欸，可以，可以啊，你可以穿装哦，可以穿，可以穿。没了，坐着，坐着，坐着，发哥了。哇塞，杰克，杰克，太多了。以后玩炸欺师就知道了。脱衣服，脱衣服给别人。你脱一半给一个，脱一半，一人一件是不是？杰克，你要一件啊？出呢？杰克应该是好人，因为他那时候一直跟我们一起。小雨呢？小雨在哪里啊？小雨，你就是你了啦。那这样排一排就剩小雨了。干嘛？谁能保你？小雨。小雨。我都没看到。你不知道那就不好意思了，没有不在场证明了。你不知道，那我们知道了。他在三楼，他在三楼。好，那你因为我们在这等，等下跳下来，我们可以看。小雨，一楼，没问题，包夹，包水饺，就小雨了，就小雨。小雨。这画面好眼熟哦！大家在一起玩啊！杰克，到了飘一下。哎，还有，暂停，赶快走！暂停是什么？咋玩的？暂停！哎呦！我要跳，他跑超快，要跑超快，他跑一楼了，我要掰了，再会！哇！那就是杰克了。怎么了？不能讲。哎呦！哇、哦哦，这个ninja，ninja go go，ninja，哦，好猛！哇，爸爸，你们知道的，都知道的，真好。你也太多张了吧！张啊！没有，他把我会送回来，我就用一张啊，几块的，这是时间内。我是你的好马鸡，好马鸡，我来碰撞。哇，这个真的是演很久呢。我是你的好垃圾，太卡了！剩你们三个了，就先投你了，你这个坏人。现在剩三个人都会发光，好马，好马鸡，干嘛？马鸡就来啊！你得跑不了，反过来了，拜拜，哎呦，好马鸡下去一楼了，嘿，又跳下去了，他又上去二楼了，我又上去了。白天还愿意在干什么？能否包夹到呢？允月可不可以要不要堵一下他？允月在三楼，允月你在干嘛？跑了，我在上上下。我是觉得是有抖 M 嘛。不是啊，抖 A 这样也赢不了啊！对啊，重点还是要票。重点是抖 A， 你这样赢不了，抖 A。快走！走了，团团，哇哇！我想要抓个时间往回看，还是抖 A。那最后一秒，零秒。杰哥第一天也撑很久呢，我不变啊，我后面偶尔穿个装。因为那时候我跟 Jerry 在上面，然后有定身，我们就看到杰克在远方，可是不确定他到底有没有动，可是他都没穿。哎，刚刚是谁杀我跟哈记啊？不配合一下。
我。你。哈记都融入在西瓜里面了、欸。西瓜堆里面，然后说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。对啊。他都消费自己了，你还砍他？哇塞！这么棒啊，记忆！我都抖 M 了，有没有？哦，也是啊，抖 M 了，是啊。我跟你讲。有个女巫把自己毒死了，我快笑死了。你要叫她自己打。哦、原来是纯忍者啊！然后我想说怎么没有隐形？我刚想说怎么一堆盔甲做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看一堆盔甲。纯忍者你还可以那个哎、欸、挡。有无敌，可是他正常来讲应该是被打到之后会立刻转身然后隐形、嗯。可是至少那个无敌也算蛮厉害的。无敌也是蛮好的，对吧？不知道怎么打那么久，应该没了吧？挨超多下、欸。无敌那个时间内、欸，对。哦，八七。我Q 刚想说小雨脚之后被票到一票，我可以再拉一个人下去。对，因为太多人了。原本我想要躲起来之后，如果能逃掉，就说就知道是杰克，因为他多砍了我一下。嗯、太多票了啊！好累啊！那我们接下来该冷静下来了。进啦！辩论啊！要辩论吗？看谁讲话比较大声呢？好、哦，快死掉了，剩三分钟，反正可以加速嘛。好的，可以跳过啊。那终于不用一直跑了。嗯、哦，快点救我，帮我救救乌瑟，我快死掉了。怎么了？我快笑死了。哎、欸，那我帮你打伊犁了。伊犁干嘛？不是另一个吧？打副本？没有，我帮他打伊犁，我帮他打伊犁了。警察快来带走他。厕所一下才回来。好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我要去厕所，抢厕所。你们两个可以一起上厕所。厕所上没有啦，没有，不实用啦，干嘛一起上？啊，直接 K 我。没什么事，怨鸟忘记了。去厕所。没玩过，等他们回来。哦，好。哎。哎哎哎哎！不要打我啊！爸爸，这是露米。拜！怎么是露米被打死？哎，他超级太多了啊！哎，团团是坏人呐、啊！对，我是狼人，我是狼人，票我票我！我要把你越野打下去。等一下，怎么有杰瑞就转去了？等一下，我在看书，你们不要再。喵喵的倒回来的吗？把哈基打下去，把哈基打下去。好，把哈基打下去。班级，到底在干嘛？我好了，我也不知道。他在上面互相啪啪啪，好不好？这声音蛮响亮的啊。啊，怎么一回来？好了，好了，来喽，我们要来辩论四狼人杀。好，抖音先关掉，但是开一个新的，叫做怨灵。怨灵啊，怨灵，怨灵呢？它是属于独立的阵营，它不是狼，也不是人。它要获胜，就是要人狼都出局，就是当狼人方都出局啊，狼人方都出局，只要还有怨灵在，那怨灵就会获胜。好，好。那怨灵是怎样呢？它是只要被预言家查到，那就会出局，直接出局。哦，对，就是他被查到，那他就。